张柏芝去年生下第三胎小王子，但是孩子生父的身份一直没被公开，而张柏芝也小心保护，始终没让 Marcus 的脸曝光，直到日前小儿子满周岁生日才首度晒出他的可爱模样。张柏芝18日贴出一段影片，写下 Marcus 周岁快乐，拥有三个在我很幸福。影片中他把小王子抱着玩举高高，罕见让小王子露出正面，虽然他的小手仍微微挡住脸，但可以看出肉肉小脸十分可爱。接着再出现张柏芝和三个儿子的合影，母子四人变成 Q 版沙画，画面温馨超有爱。网友看了纷纷祝福小王子周岁快乐，和两个小哥哥一起快乐成长，希望三个孩子健康长大，你是最好看最伟大的妈妈。非常娱乐整理报道。